叫众人是何缘？这样痛苦是何缘故？小老儿赵无常，教中乃是我的女儿，只因家业凋零，背不起庄稼，又有大雨倾盆，故而苦啊。小姐，教中女子之意，家道贫穷，唯有庄稼，故而痛苦。闹了半天，你们是哭酒啊，而逼得了我小姐。买个绿马，不要你说